啊，这种种类是我们游客最爱，因为它也不怕门神靠近哦，而且会主动到门神下来跟我们来做互动的。哇，好，渔民呢称它为海珠的，因为它头部尖尖的呢，嘴巴尖尖的，鳞状呢跟刺尾相似。带一个群体啊，那不能分得干净的哈，避免完全聚集在一起。它比较远一点，都没有跳桥嘞。这边很漂亮。那这里 ships 的情况是什么？可以运动？来。Wow.